嗨，大家好，这里是 Diablo 湖大波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微软模拟飞行游戏视频。欢迎来到美丽的天津，这里是滨海国际机场。看到这内饰，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辆公路上跑的汽车啊，但这确实是一架飞机。它是 Icon 公司生产的一款水陆两用飞机，型号是 A5。在今天的飞行中，我将要驾驶这架 A5 带大家游览天津的母亲河海河，并最后尝试在海河上进行降落。滨海国际机场虽然地处市郊，但由于天津市区的面积并不算大，所以今天的旅程并不会耗时太久。我们已经滑行到跑道的边缘，现在向塔台请求起飞许可。Tianjin Tower DBH Hotel Uniform 87 ready at runway 34 left departure to the south. 起飞许可已下达，现在让我们对准跑道，然后起飞。Rotate. 收起起落架，速度正常爬升，收襟翼。现在我们调整航向，向南飞，从天津的东侧飞入海河。由于今天我们的目的是游览海河，所以我们的飞行高度不会太高，目标是500英尺的高度。好，现在航向朝南，我们调整油门配平，维持好500英尺的高度。这架 Icon A5 虽然看上去比较豪华，但它的这个性能，飞行性能其实并不是特别好，配有一部单发 Rotax 螺旋桨引擎，续航约为427海里，最大空速95节，一般巡航会采用85节的速度。这个指标基本上也就是属于四人开出去兜风的级别，但也因为如此，这架飞机相对而言是很便宜的，最低配置大约是27万美元的价格。
现在平稳的向南行驶。在这个高度我们可以看一看通过微软的必应地图自动生成的天津的地景。啊，看啊，美丽的海河。我想起我小时候，就住在海河边附近。那时候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海河边散个步。不过呢，后来因为市区对老房屋进行改造，家里的老宅子被拆迁，也就从海河边搬走了。海河又称孤河，在天津有很多地名都带孤这个字，其实都跟海河有关系。海河是中国华北地区最大的河流，总流域面积达到32万平方公里，涵盖了天津、北京的全部以及河北的绝大部分，最终它向东流向渤海。由于海河横穿天津，所以海河上会有很多的桥。前方那座很明显突出的建筑，应该就是天津环球金融中心的金塔写字楼了。它现在是天津市的第一高建筑，高度为336.9米。我曾经在那座高楼附近飞过，我是说用无人机飞过。
在天津的市中心地带，海河的北岸，坐落着天津市的交通枢纽天津站。咦，天津站，那么大一个天津站，那片白色的区域就是天津站，大家其实能看出来有很多铁道，看来是对应的 AI 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就无法还原了。不止天津站没有，世纪中也没有，解放桥也没有。哎，好吧，天津毕竟连二线大都市都算不上，能有个建筑物是手工处理过的已经很不错。前方是海河与子牙河、北运河以及新开河的交汇口，现在我们正对着那条是北运河，是引滦入津时开辟的一条运河。这座桥上好像少了点东西，不对了，天津眼，天津眼也没有。哎，好吧，算了，我们现在右拐，选择在新开河上降落。新开河比较直，所以比较好降落一些。现在让我们调整好弓脚、油门，然后展开襟翼。很好，完美的降落。现在关闭引擎，让我们在新开河上飘一会儿。我们左手边这座让人眼花缭乱的那条桥是至诚桥。说到这里，身为天津人的我必须要吐个槽。天津的道路设计在这几十年来是陷入了魔怔，
造的桥一定是那种要让你上去之后就不知道怎么下来的立交桥。这座至诚桥其实还算好，天津有很多著名的扯淡的桥，比如说叠桥。这座至诚桥还原的还可以吧，唯一问题是 AI 生成的车不知道路在哪，都成为了飞行汽车。好了，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点赞、弹幕、收藏、关注、走起啊！大家下期再见。前面那是什么？空管呢？跑道上居然还有起飞的，你让我降落吗？